各位，我今天啊是这个救世路，那么这个不是救世我，救世是去年嘛，哈哈哈，对呀。这是刀啊，刀吗？竹壶，还有那个琵琶，琵琶，嗯，笛子啊，还有什么？还有手鼓都动动。对你每次都是弹一样的乐器吗？还是但是还是会换的？反正是我不吹笛子的时候是拉竹壶。哦。这几天来了一个那个女的，她是弹手鼓都的，手鼓都交给她了。哦，真的。那他吃不对的人比较少吧，应该说很少，对，很少吧。他是，但是女的那可是我的徒弟。这个纳西古乐就是不分男人女人都可以弹，对吧？嗯，以前是不行，以前是封建迷信，以前都是男人的。啊，这是男人了，琴棋书画呀，这个是那些从男人的男女平等。你是小时候学的是吧？嗯，很小时候就学了。
那么就是耳濡目染啊。什么东西？耳濡目染就是就受到了影响，就受到影响，经常听，经常会听的。后面是那个1988年，我在这里面上组，我是老土户，9月10号，那个我们纳西古乐第一培训班在蒙府里面看。90年的时候，我们几个老师呢，都在那个烤太阳，就是晒太阳，他们都在相互交流。交流的时候呢，就说是，哎呀，我们这你看有那么多的学生，但是呢，他们都不学念经，不学诵经，不学做仪式，所以呢，我们去世的时候呢，你看没有人送我们走。这个时候呢，我就说是，哎呀，想想呢，一个学生嘛，应该是自己的老师应该送得了。这个大学毕业以后才被分配到这个东巴文化研究院的。那你小时候就是看不懂这些东巴文是吧？看不懂，但是看见过。看见过。然后我们家里面的亲戚，我家里面的我外公他们家也是东巴。哦、OK。我家奶奶家的一个家族都是东巴。OK。他们一个家族里面好几个东巴。他们是。我们村子里面都有，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那这个很神奇。哦，这个东巴文你怎么看呢？我听说就是以前只有东巴会这个东巴文，以前就是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是的。是吧？现在知道的人多还是少？现在呢，知道的人也不算很多。如果是东巴经和东巴文是两回事儿。哦，东巴经是东巴文写的，但是呢，东巴经
一个字一个字的东巴文，它只是念一个音或者几个两个音。嗯。但是呢，东巴经典里面的东巴文呢，每一个字就要念好多个音，哦、这个不一样。这个东巴文它有多老？没有人知道，是吧？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它是从什么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没人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是国内外的，国际上的这个有些来这里采集了这个岩画的颜料，现在彻底的到了。虎跳峡岩画就是13,800多年，那就是人类开始发展那时候嘛。说的是我这个学这个纳西古乐的时间是差不多有10年了。我自己的条件我不允许天天都学嘛，因为我是农民出身，我在家里边还要工作，还要我在家里边是种地、啊。哎，你知道一个黄果定州憨你知道吗？我儿子在那里上班。哦，真的，我知道这个。哎，他那个好像是全球连锁店。啊，对，全球，这很早的。那个经理对我儿他对他也很好的说，他你儿子是开车的？开车的，我儿子是开。Okay. 我是小时候我就喜欢纳西古乐，他们如果是在搞古乐的话，我就在那里静静的在那里，不是坐起，在一边靠在一边，在那里听古乐。我妈就说是啊，我家娃娃不用去找了，肯定就在那里了。说然后是我一般都是没有机会学纳西古乐，因为我们村子里边没有了。以前好像是4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古乐队嘛，但是后边是没有人继承下来，就死的死完了嘛，就一个都没有了嘛。后面有一个当医生的一个又来组织。我们刚刚建立纳西古乐队的时候很可怜的，因为也没有地方去学习，然后。我们就到他家里边，是有时是他家是儿子媳妇都在外边鼓作，就他一个老人在家。我们里村子里边有一个古乐队、啊、现在是我当队长。啊对对，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我们村子里边的。你们那个有几个乐手？20多个。20多个，那跟这边差不多是吧？意思是如果是有老乐师那些弹的话就基本上都会弹，但是叫自己弹的话就也没有几个人会。萨瓦巴须巴巴须巴贼巴巴须巴贼果木带巴尼留一股丝落只被个若雨雨个个怒没过无力留谁为无力留谁为
吐的嘛，是吐的嘛，是吧？可以了吗？可以了，差不多了。首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云，我八十岁多一点，我在丽江山道。你的好。以前我当个兵，我当了6年的兵。在丽江吗？我占了4个部队，古城出身的。我是98年退休的，89年退休以后，我就到河洛滩去玩。嗯。就玩那个去学习这个工业啊，双浦先生那点是零七年我就到了。双浦先生那点我老个二胡，啊，老个中胡，老个击胡，弹个倒砖，嗯，都搞过。小时候是我小学的时候，我会吹口琴。啊，你会吹口琴？你现在还会吗？现在不会了，不会。现在人老了，这个吹口琴，笛子，我样式都会玩一点，玩的不好，玩的不好，我还是会玩。小时候就是种田了，就是读书读的不太好，我就是高校毕业，是吧？高校毕业，初中都没考上，嗯，我就去当学徒。然后就是当兵，就我退休以后我就玩这个乐器，玩那个。每天玩吗？每天玩。每天玩。玩乐器、打麻将、走路，锻炼身体了。是吧？我是南溪族。然后这个。我们基本上祖祖辈辈都是南溪族。OK。他那里乡音比较好啊。嗯。他那里名声比较大，他那个玩的比较好，咱们也对。所以我就要求去他们那点了嘛。啊，再见。乐得多吗？乐得多。以后乐得多吧。乐得多啊。哎，对，你学得很好。对。和那个谢谢怎么说？啊，谢谢是九百三。哎。Thank you.
到牛世光，我爸爸也喜欢这个古乐，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我爸爸是什么乐器都会，我只会一样。他会几个乐器？他会十多样乐器。十多个乐器。除了笛子以外，全不会。那你怎么是只会一个？小时候我们古乐会就规定，有个规定，你必须学好一样才能学第二样。所以我就一直弹琵琶直笛，我自己这边还没学好，所以就一直弹这个。OK。古乐会这些老人家搞活动的时候，他们闲下来的时候，他们喝水的时候，我就小孩子好动啊，就是好奇的就拿起来玩一下，就过来看看。对那你爸爸没有教你吗？爸爸小时候不准我学。为什么？就是那个学这个乐器是这个以前是有钱人才学，有钱人才可以学，有钱人才有时间学啊。我们平民们要先早一碗饭吃，早做饭吃，以后业余时间才能学。在古乐会嘛，肖老师当会长以后，就是肖老师带我们出去，那都才去过那边。那你一直住在这边，还是以前住在那个古城？以前在古城里面。你是在古城里边出生的？古城里面出生，然后我二十几岁才起这个房子的。因为这边比较好一点是吧？不是，古城里面住不下，一所房子五六个兄弟住不下吧？住不下，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你喜欢小时候的丽江还是现在的丽江？小时候的丽江好像是很贫穷，生活艰苦嘛，那个时候。你现在多大了？我现在58。58？那还行吧。58。那你觉得就是纳西古乐跟刀调现在还有关系吗？还是没有了？好像有关系。还是有是吧？有关系。你信刀调吗？不信，不信，我什么调都不信过。你信音乐是吧？对，对，跟我一样，我也是信音乐的，我不信刀调。周秋红，93年到古乐会，一直到现在。我在古乐会里面弹琵琶，还有唱歌。唱的是这个琵琶吗？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们家里边。每天都听到在奏这种纳西古乐，我们周家是音乐世家，我小时候是应该是我六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他们已经在奏了。是你是从你爷爷学习还是从他们学习？我是从那个来到纳西古乐以后我才学纳西古乐。1985年我初中毕业以后。就是我们丽江有个滇剧团，有个剧团，然后他们招那个学员，我就80多个里边，我很荣幸的考上了，那个有我们考上的只有10多个。你喜欢别的音乐吗？喜欢民歌。爱在心。古城很老旧，很老旧的。后来那个地震以后恢复重建以后，才慢慢的，这些房子就慢慢的又，那个重新起来的。
我的房子那时候是在古城里边的幕府那地方，我们家房子没有倒。我们一直都住在那个古城里边。嗯。到了那个分点的时候，分点的时候我们才住到外面去的。七岁左右吧，七岁左右，我七岁左右开始学那个乐器，先走到这个地方就有被那个音乐感染，耳濡目染，哎，再熏熏陶，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就有一种感觉是吧？对对对，所以第一件乐器是二胡，二胡，对，你学二胡是没有二胡，那怎么记人家的学？哦，到十岁以后，十岁的那年我自己就知道了，你们那里有竹子多的很。竹子啊，竹园吹嘛，我们那个村子竹全部都是竹子，是不是？那个制造乐器的主要的乐器材料不就是那个？有点难办的是什么呢？最难办的就是那个线是吧？蛇皮两次了，不咬两次啊，这里一次，这里一次。哇！那蛇找到了嘛？蛇这个蛇是无毒的，所以就有点不害怕，我们就把它抓下来，把蛇皮剥掉。啊。那就把那个蛇皮搞起来，就蒙在那个竹那个桶上了嘛，是不是？弓毛是要用毛围的，是不是？想办法，我们那里有马，到处都有马，但是要去拔。要去拔。要去拔那个地虎，唐布。那在这里有吗？这里没有，就是国会那个。大大的那个。这个杯子一样的。对对，像杯子一样，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啊，对对对。
是很容易吹的吗？还是这个还是有点有点那些不怕吧？这个也是这个是那个也是你爸爸教你的吗？嗯，是。比那个或者其他价格还有。基本就习惯性了。然后你要上来啊，就是老师教的就是这些东西，就不管是进去。我叫王朝珍，现在今年是82岁。好，你在胡乐会里面，你弹的是什么乐器？只要是敲那个云游云龙。你还会别的乐器吗？随便会一点，但是不行，挠不起来。你小时候是在这边长大的吗？哎，是的，是在这长大，但是那个时候没这个条件。哦。后来我到了定西，所以那个地方给了那些山区。你定西州，所以那个地方更没练这个乐器的机会，所以我回来以后。退休了以后才开始学一点，随便给他们学一点。所以，那你一直在舒河，还是你后来去了别的地方？就学习的时候你去了？我56年以后就离开。去了哪？去哪里？城里面了，城里面读书。在丽江那边。丽江那个丽江一中。OK。丽江一中那边读书，我读了书以后就又考到师范去。丽江地区师范学校里面。啊，师范学校。去读了。然后你做什么工作呢？我是教师的。教就是老师是吧？老师的，当时叫武力。武力。嗯，什么都教。什么都教。嗯，因为那个地方的老师本来就显得少，所以你不可能只教一样。嗯，哦，对对，老师少。老师少，学生也不多，个人。学生也不多。但是班次多，所以你这个什么都要学，那什么都要做。那所以那不是我们一个学校才两个老师，对吧？所以必须要跟什么都教。是在舒河还是在丽江？不是在定西。在定西。定西就是香格里拉。定西州，香格里拉那边。所以那地方的人相当少。对，是比这边少。条件相当艰苦，那不是个连吃饭都要自己给想办法了。
对不对？交通也不方便，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是一天两天的路。对，那个时候没有路是吧？没有路是有，但是没交通工具。哦，就没有汽车。哪一点汽车？全靠这个练车会。走路吗？走路。没有那个马车吗？马车一样都没有。马车也没有。没有。退休了以后。退休了以后才开始真的。才开始玩。但是在你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去研究？没有。一点时间都没有。没有，因为当时我家里面就是只一个老妈子，他嘛就是他排地，我白天跟教室，晚上还跟白天还跟班买了。嗯。所以。种地是吧？种地。你们种什么？种玉米。小麦、菜油菜。嗯。菜豆，各式各样的都种。都有。嗯。你为什么就是在乐团里面你选择这个乐器？选择这个游戏，因为那时候这个学起来比较简单。你小时候的这个书盒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是吧？大不一样了。原来我们都是种地的，现在适合种地的人没有。没有种地的。没有人种地。那谁种地现在？地全部都在游戏去了嘛。就是卖了还是？卖掉了。政府收购进去了。哦，就是做一个大的农田，不是？对，所以我们这就靠大锅吃饭，买还有房子租出去嘛，对，靠一点租金。下面有个老房子，老房子是租给别人，租给别人。那你怎么看这个呢？你觉得现在还好，好还是那个时候？现在好嘛，反正家家户户都有点收入。嗯，你觉得这个纳西古乐有未来吗？会的，因为纳西古乐在我们这个历届来说是比较深入人心的。86岁。86了啊。你在纳西古乐会里面有多长时间了？30多年了。30多年了。啊、从哪一年开始？从开始就在了。83年开始。你喜欢这边还是喜欢古城呢？那边好的，那边好在的，但是现在是已经是变成旅游区了。哦，对。都是已经变成
我是60年代就跟在学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我是在歌舞团。哦。丽江第一支唯一专业的唯一团队。那个时候你多大了？那个时候18、19岁吧。我从中学丽江中学调进去了啊，以前是跟那些艺人在一起学过，因为我是在搞音乐的嘛，我是歌舞团乐队的队长啊。OK， 那个时候为了向民间学习啊，是吧？然后我们就把以前的老艺人啊这些人请到我们单位去啊，跟他们这个是跟他们学习，对，哦，这样的。他们就教我们了嘛。啊 OK， 所以你小时候就是在你家里有人做音乐吗？对，家里边以前有过。有。对。他们也是做这个。但是不没有在这儿。在哪里呢？在老家啊，我老家是华坪的。我读书是来丽江读书。你为什么选择学音乐？嗯。因为爱好啊，因为爱好，小时候的爱好。原来我是拉手风琴。哦，你现在还会吗？现在已经丢了4-5个世纪了。不是，第一个的话是二胡，嗯。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就是去，跟这些老人做音乐的时候，你就对，我们记录啊，你就听他们啦，然后你就记录是吧？记录整理啊。每一个乐器的都。不是，每一个乐器不记，主要是记一个主要的一个。唱腔，它是用公车谱唱的，上边这个就是公车谱啊，下边就是翻译成这个这个简谱啊，这个就是公车谱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简谱，我跟还有一个同事，就跟他在一起里面那个人，杨真磊，那个是他比我熟悉的啊，他比我熟悉的，就是以前他是在古乐会。哦，他在哪里现在？现在他也是退休了，他中风。啊，中风很走不成啊。哦，你们演奏哪些古乐？演的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到这个世纪的世纪初啊。那个时候是一个方面是丽江的旅游刚刚开始啊，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是1995年了，应邀出国了嘛，是不是啊？啊，对。到英国去演出，然后又随后又到挪威，又到很多国家去演出，这样回来的话，先是在外边影响很大，嗯，然后回来的话嘛，人家就来看热闹了，是不是啊？楼上家座都是满满的啊，那个时候是。那你说现在就是为什么来的人比较少？为什么？不是，现在的话，一个是这个名声不如以前了啊，再一个的话嘛，因为开放以后的话，各种活动、音乐活动那些也比较多了，是吧？对，你们去了很多国家，然后那个时候对你是什么感觉？国外的什么东西都是比较是惊喜的，因为是过去是比较封闭啊，是不是啊？基本上是外出的很没有，对外交流的是更没有啊。对，是不是啊？我们是等于是改革开放以后是第一批出去进行文化交流的团队了啊。我记得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是，在英国已经是人家那个超市，是吧？对，就已经是在搞了一些就是电子计算了啊。是的。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内一样，超市一样也没有，对，是不是？挪威那么因为是他那个是等于是国王跟王后邀请的啊，这个是招待各个方面啊。接待的规格也比较高，是不是啊？所以印象比较深刻了啊。那挪威国王怎么样？对，他怎么样？两次来看我们演出了。你是纳西族？我不是纳西族。你是汉族吗？我汉族，我妻子是纳西族，家里面的。哦、你妻子是纳西族？家里面所有的我儿子孙女说纳西族都会纳西，我就说我不会。
38了，高贵妃。哎 ，OK， 你学哪里的？是丽江纳西族。纳西族，你是在丽江出生的吗？对。那个时候你记得为什么学习吗？因为我爷爷是搞这个专门搞就是纳西古乐的，他也是，所以就受我爷爷的影响嘛，噶。你爷爷就会纳西古乐是吧？对。他就是因为这边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学习那西古乐，没有别的，一般都是这样的，是吧？对。但是你小时候也有别的音乐吗？因为你是38的话，那应该是82年的是吧？对。那82年的，就是那时候也还有很多音乐在这边吧，应该是。对。就80年代的时候不一样的。但是我学不来。为什么学不来？学了是学不来。所以就没有学了。我是刚开始学纳西古乐没多久就，我家亲戚在就是米族村那里大老板，他们让我去，所以我就直接去昆明了。唱一唱，跳一跳。但是那时候是没有弹古筝，那时候是我弹琵琶。那个读书的时候也是学也没有学过这方面的，只是自己喜欢，所以就干。做一下才是嘛，有点难度了嘛。我们简谱也不知道，还有哆来咪发嗦拉西那些我们也不懂啊，是不是？那个。所以这里确实难的，那个学起来。那个古代的那个就是简谱之前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工尺谱是吧？工尺谱。那个你会吗？不会。那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我的这个纳西古乐是会到几天这样弹是。可以说是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对。是什么意思？耳濡目染了嘛。耳朵听了以后，就自己眼睛看了以后，有个那种，就是这种意思了吗？是这样说的。对，就这种的意思了。就是那。不然说我们简谱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嘛，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对啊，你说是不是？像，但是现在是我俩传承的一个米尔都没有，因为得不到。一般就是儿子会做这个是吧？但是这里的是他们一天在说是，以前是女的是不能上台什么什么什么的。对，是的，是的。但我这个真的是不是都不知道吗？我就也吹笛子，吹笛子的这个人是必须要全部都会背了，因为他要领，他要领导领这个乐队。对对对。满大街，那些带过去的外国去，工厂的，雇员的，那些带雇员的外国去花城，什么的。我也是马驹，马古代是马驹，是带一股那个的花，我也爷，的花带，个带的花带你老，的葡萄，的葡萄，我老带的葡萄的。
的方位阿爸阿爷的家我阿爷的方位阿爸的家我阿爷的方位是花纹。嗯，这个调子变声一下，很好，很好，下一个吧。我就出生在怒江，丽江是吧？啊，当时就怒江那边小。我在那边出生了以后了嘛。我的童年又是在丽江，他们又去了，后面我又跟着去了。OK。跟着去了以后，就是我就又在那边参加了那边的工作，嗯，也就是搞文化工作。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音乐的？哎，71年，小乐队需要扬琴，嗯，很需要这个扬琴，但这个扬琴很重，没人用。嗯，因为他做当时我第一次用的那个扬琴40多斤，40多斤，那个时候我才10多岁啊。你说那个木头很重是吧？啊，现在做的那个那一套扬琴42斤，我很清楚的知道。哇，啊，42斤，那么他们说按哪个力气大嘛，就哪个来学嘛，就我就去学了嘛。说这个就需要，如果说小号需要，那就我就练小号。OK， 明白。是不是啊 ？F 需要我就需要，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当时提倡的是一专多能，就是一样比较专，嗯，要几样都能。那大概是当时我们20几个人就可以分成2伙人去演出。那你这个工作你是怎么找到的？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开始不是读啊，不是找，但是他们要组建这个队伍的时候，在社会上找。哦，就随便找人。就在社会上随便找了以后但是你就觉得这个是适合搞这个，就找对。啊，就他就问我喜不喜欢唱歌啊，是不是？但是你当时实际上我一样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才12岁。最后面我也是到文化局工作，嗯。那么我也是离不开文化，然后我就在怒江镇文化局那个地方退休。我在8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纳西古乐了。我是02年退休，02年回来退休以后就在古乐会里边，那也不是一来就退休了以后，就是我首先进入了那个一个叫幕府古乐会，就是幕府里边专门奏乐的一伙人。
我叫田向军，是一个丽江人。我是从小就有这种家庭环境吧，因为我妈妈、我舅舅都是在以前当地的剧团，也就是滇剧团。就他们就开始登台唱戏了，所以我们从小就有受到那种感染，所以从小就喜欢音乐。然后如果说具体学纳西古乐，应该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宣科先生在丽江各地普及纳西古乐，在黑龙潭，我最早学的是在黑龙潭的那个，也有一个纳西古乐宫跟那些老艺人学的。同时还跟我姐也学过，以前我姐是在纳西古乐也学过纳西古乐，在大研纳西古乐会学过。